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，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至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尊大能力荣耀强盛胜利，这个是意思是威严都是神的，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这个世界的历程都在神的手中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地上的国度天上的国度都是神的。所以任何国家神允许这些国家存留啊，这些国家有跟从神，有些没有跟从神，但都在神的掌握里面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所有的啊，一切的丰富尊荣你也治理万物，所有的事情你都治理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，就是他能够使我们尊大强盛，我们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人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神的路上，我们的发挥就没有限量，极度的高度的发挥啊，所以啊，当我们知道神是这么掌管一切，而且我们是这么重要，在神的眼中啊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怎样看重我们啊，非常看重我们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他有所有的能力，一切都在他手中。 你相信吗？你想一想这个啊，世界所有的财产啊，所有的一切啊，啊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就是那个面是吧？生意面，哦，我们不是过生意嘛？对对对。很重要的是，你们相信神是掌管一切，虽然眼看好像人掌管一切，好像啊，钱掌管一切，国家掌管一切，但退了一份啊，就退了一份啊。你相信三文？你相信就是神掌管一切，你的生命、你的前路都在神的掌管，冇所可以入嚟噶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你相信这一点吗？就是有几点我们相信，我们生命就可以改变。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，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看到神真的很奇妙的安排，很多方面，都不是我自己安排的，是神为我安排的。就是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就安排最美好的。当我们全心爱神的话，因为神是掌管一切，他知道谁的心。例如就是祷告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人的心，有些人是希望自己得到帮助，有些人是当我经历圣灵的时候，我的心态是这样，哇，可以经历神，我要保持这个关系，与神的关系，我要被神使用，因为我知道神是掌管一切。神掌管一切，是的，你的前路，你每一天的路都写在神的册上。那现在这种像香港这种财富都掌握在四大家族手上，也是神安排的嘛，就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。因为财富不是一切，问题是很多人以为财富就是最重要，但圣经里面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马太福音6:33，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，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，将我们需用的都赐给我们。所以 我告诉你，我自己我不是有这么大的经济能够做这么多的宣教，我去15个国家，我帮助
很大的数目帮助不同的宣教，不是我的能力，是神为我预备的。这是我其实我从外国回来到香港，回来之后我根本没有这个力量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我也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，但神为我预备供应我开始这个宣教的机构，然后我就供应我去做很大的事情，这个就是神的预备。但神不会随意将好处给所有人，是爱他的人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人如果是追求钱的话，这些钱都要过去。当我们追求神，走神的路，因为神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走在神的路上，能够祝福更多人进入天国，更多人听神的话，遵从神，这个是神的计划。这个钱不是最重要，因为神要你 给你钱就可以给你的，但他不会给每一个人。但所有基督徒爱主了都有供应，这个供应基本的供应，但这个很大的发挥的话，这个就需要神的喜悦这点你们明白吗？明白。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供应。明白。因为我的得到的供应是很大的，远超过我自己的能力的。因为我听神的，遵从神，走神的路，神就为我开路。当你真的爱神的话，他掌管一切，也可以帮助你，提升你。问题是很多人是这样的，有些人侍奉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这样的话神不喜悦，也不会提升。不同的人的侍奉有不同的程度，有些人的程度很高的，他们说几句话已经觉得很鼓励，有些人讲得到你听的时候有鼓励，但鼓励不是很大，这个分别就是与神的关系了，他们看到神的美丽。好了，你可以随时提问的。第一点是神是掌管一切，然后第二点，他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都有奇妙的计划，他都很想祝福我们，提升我们，每一个都有奇妙的计划。在诗篇139篇16节开始，诗篇139篇16节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于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，人和你同在。这里说的就是我们的体质，我们的身体，你的眼早已看见。我未成形，就是十五节讲到，就是在他还没有出胎的时候，已经神已经看见了，神已经知道你是谁。然后神所定这个你是神，神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于日，已经写在你的册上，就是神已经写了，今天你会见到我，可以为你打开这个祝福的路，神的路。然后写的是什么呢？十七节，写的是怎样的意念呢？你看到吗？可以。我在下载这个经文，这个神牧师发群里给我下载一下，马上。但你可以看这个，看我的，看我的。但可以去收不到啊，会收不到。你看，先看我这个，其实你才看，其实传给你哈。你继续传啦，之前我都传咗哈。我传咗啦。好了。神写的是怎么样？十七节，写的是什么呢？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他真的有很多宝贵的意念，数目也非常多。数山的时候有多少呢？
比海沙更多，他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意念要、为我们祝福。这个就是神的神的奇妙，他有 极大极大的恩典、每一方面都有、我自己做了见证，神为我预备读书的路，当时我完全没有这个钱的，但神是为我预备有机会、读书是有人为我预备的，这是神感动人。而且这个神学院非常好，因为现在我感谢神，神给我这个平衡的教导，这是恩典和律法。什么意思呢？恩典是神为我们的祝福，律法是我们遵从。但很多基督徒是常常说我要遵从的，这个没有错、我要遵从、但很多时候说我做得不够好、很难很难，就是这个是律法的压制，很难很难很难做得好，做尽力做还是不够好。但恩典是怎么样呢？圣经说你就是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属基督的也不能不得赏赐，这个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。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，将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喝的都不能不得赏赐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为神做什么好事神都很喜悦，神就为我预备这个神学院，平衡律法和律法和救恩、福音，就是说哇，你做什么好事遵从神的，神就很喜悦，神就祝福你。圣经里面这样教导了，所以我的心里面就说我走神的路。我起初没有这个想法，我就是说神这么真实，我 要祝福人，我经历圣灵 这么真实，我很想人也经历，我就有这个心，我就很多祷告、也神也给我很多教导，然后我就能够帮助人。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要马太四十一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，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，四十一四十二，先知借贷先知是不是？借贷先知。对对对，借贷先知。好的好的。马太福音十三。是的。这你说什么呢？就是人因为。凡因为先知的名借贷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不是先知，你不是传道人，但你因为先知的名，他是先知，我就接待他，善待他，就得到这个先知的赏赐。就是你不能做这么大事，但你能够做的对他好。然后你找不到一个先知，反而因为异人的名，你找不到一个先知牧师，你找到一个好基督徒，你就认为他是好基督徒，你就接待他，你也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然后你找不到义人，也找不到先知，你找到一个小子，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 这小子的你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就是说你找不到先知，找不到义人，你只找到一个普通人，你祝福他，你祝福也不是最大的，就是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。这个就是恩典。我遵从神，无论我虽然我有软弱，我有软弱我就悔改，很重要悔改，因为圣经说罪很严重，罪有破坏性。但有些人说我不能处理所有的罪，你就尽力处理，处理处理不好就是赦免，神就喜悦，尽力处理。然后我遵从神，神就喜悦，神就祝福。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动力了，我亲近神，神就喜悦，我亲近神，神就喜悦，我服侍神，神就喜悦，所以我有动力永远不要停止。然后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节，他会传给你啊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节下半部分，
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。这个三十八年病有病患的人，他不能走路，耶稣医好他，医好他，然后就说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，你犯罪就必有破坏性。然后他就这个经文给我很大的启示，因为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，教会里面教导你有罪悔改就可以了，也教导我们去处理罪，不要犯罪。但我发觉这个问题，有些时候我会有这个想法，我现在犯了罪，求神赦免。然后其实有在犯罪，有求神赦免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心态，有些时候就好像看到美女，看到美女就说五章四十一节。看到美女就知道，如有一念的话，有一念的话，如果没有一念，不是问题。圣经说，耶稣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，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已经犯罪了。是的，因为你这样想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有罪的意念，就不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生命就不会有力量。我们为人祷告有力量，是我们本身必定要处理生命的。约翰福音，我现在回应你关于有这个淫念怎么办。首先我说有这个淫念神就不喜悦，而且会有破坏性。破坏什么呢？破坏里面的平安，也破坏神的同在，因为神看到罪就不能接近，神就不能大大的祝福这个人，就破坏。因为如果是第一是神必定远离罪的，第二如果人犯罪，是的是的是这个是这个是的是的，人犯罪神继续使用他去祝福人，就会令人攻击神。因为神人就会说，这个人信耶稣侍奉神，但他见到美女就动心了，神人就会攻击神了，神不好，而且神本身不能接近这个人，不能有亲密的关系。当人犯罪的时候有什么破坏性呢？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。继续犯罪的时候，破坏里面没有平安，破坏人的关系，因为人不会对他有信任，也破坏神的计划，也破坏他的侍奉的能力，他就没有机会。这样的人，你发觉有些人有权有利有钱的时候，他们的道德就改变了，不再是这么单纯了。但是你说美国他整个社会也是信耶稣的是吧？不是，不是整个社会，只是少数人信耶稣。不要以为美国任何国家都是少数人，少数但很多人都听过耶稣，在美国很多人都听过耶稣。那基督是美国的国教吧？他们总统不是不是不是按照那个圣经宣誓吗？是的，他们有这个传统有的，但这个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有一群人是基督徒，但同时也有些不是基督徒。但这个他们的其实他们很多地方都没有跟从神，他们有信耶稣的，也有不信耶稣的比较信耶稣的更多。哦，这样子啊？是的，是的。不要以为美国是美国全国上下都是，不是不是，完全不是，完全不是。因为那个美国总统那个上任，人家都按着圣经。是的，按着圣经，但那个不是总统都听神的道、神的话。你看到。在美国民主党的他们接受人可以堕胎，可以接受很多，就是这些同性恋啊，民主党的共和党的不接受，但共和党的
也有他们的问题，这些总统有些时候他们犯的罪都被人发现了。这个我希望有一个真的很爱主的总统，我希望，但的确不、有的是，但不是每一个都是。好了，我讲一讲哈，讲一讲关于这个什么了，就是这个罪的破坏性。我们有罪的意念怎么办呢？神给我这个得胜五部曲，我留意到罪，我知道这有破坏性。第三，圣经说什么，我跟从圣经。第四，祷告求神赦免，求神给我力量。第五，我就选择顺服。例如看到一个美女，性感的美女，里面就会有点喜欢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意念的时候，我知道这有破坏性。因为我这样思想的时候，马上神的灵就与我有距离，马上的，所以我知道这个破坏性，我就马上处理。这一点还跟那个 佛教里面说的有点类似。 佛里面就，但问题是这样的，佛教没有拯救，他就是佛自己也说我不是神，也不是神派来的，我是人。佛说我是老师，我教导你怎样放下红尘，立地成佛，就是不被世界的事情影响，就是做一个没有烦恼的人，基本上是没有烦恼。但很多人拜佛不需要拜佛，很多人是要求钱。但这个真正的佛教是打坐，放下红尘，不是想世界上的事情。问题是我们与他的完全不同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神是恩典的来源，在他们没有神，神是恩典的来源。我亲近神，信靠神，神就与我同在。我越亲近神，神就越与我同在。刚才我说这个动力四点：第一，神是掌管一切；第二，他很爱我们，他在我生命有奇妙的计划；第三，我亲近神，遵从神，侍奉神，必定蒙福，一杯凉水也不能不得赏赐；第四，犯罪必有破坏性。所以我的想法跟佛教有什么不同呢？我知道神有，我知道神有很多恩典，神有无限的恩典，我就信靠神，求神赦免。我也知道神会祝福，圣经说神为爱他人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，他很多预备。我经历的恩典是人心没有想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的，神就为我预备。但我知道一点，如果我犯罪的话，神就不会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与我。然后我每一天这样做的话，神就越来越远，远到一个程度我可以离开神。所以我必定不要让罪控制我，这个是动力，跟佛教的不同。佛教只是说你的里面要洁净、自己 修炼进入一个高的层次，但圣经说的不是这样，恩典都从神来的。我信靠神，神必祝福；我不信靠神，我不亲近神，必有破坏性。所以我就有动力处理所有的罪，就是里面有任何负面的想法，轻看人呢，我都知道有破坏性，我就马上处理。他说有这个是因为是从印度教来的，因为印度是印度教，然后佛教在这个印度教的环境，所以他们信的也是有相似的地方，信有投胎你做得好你就继续做人，做得不好你就做牛做狗下地狱最差的下地狱。但他们没有救恩，而且是这样的，他是人，他有什么权柄说这个系统必定需要神的？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手机 代表人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不好的人，有谁决定他是好人他是不好？
而是谁决定他将来要做人，这个要做狗了。这个系统需要有一个神去掌管，去分辨啊，这个人啊，我看看他所做的，他所做的啊很好，所以能够做人；这个不好，所以他就做狗。这个是，当他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真？他有什么权柄？怎么知道这是真的？这是只是他们的信念，他们相信，但没有证据。但我刚才告诉你的圣经的证据是很确定的，佛教没有证据，佛教也是这样的。佛教所说的很多地方你都可以证明是错的，佛教 多处这样说的。因为人不听佛教的话，他们就越来越矮，一百年矮一尺，是吧？一尺啊，一尺是怎么说？一尺一尺，一尺是这么长，一尺嘛，一尺，哈哈，一百年矮一尺，直到他们只有一尺高，然后他们就悔改，他就遵从，然后他就一百年高一尺，后来高到什么程度了？比世界上最大的南京，这个在海里面的南京是非常大的，更大，但这个是不可能的，人不可能这么大，这个比大厦更高，用骨头不能支持。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好像一些童话故事，啊，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说的都是好像童话故事，啊，例如，啊，他们说这个地球，啊，不是地球，他们这个地有四个地方，一个地方是南是天，南是海，一个是红色天红色海，一个是黄色天黄色海，一个是银色天银色海，但没有这四个地方。而且他们说你听话的时候，我不吃了，你听话的时候，你听，啊，佛教的话，你投胎的时候就去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种的树就有衣服，就有袈裟，是不是袈裟？这是叫袈裟啊，叫袈裟，袈裟啊，就有袈裟啊，食物啊，衣服啊，种的树就有这些下来，但这个是佛经里面说的。所以你们说的就好像童话故事，但圣经不是这样的，圣经说的预言真的应验，圣经说赶鬼的能力，道教的人赶鬼是靠大鬼赶小鬼，小鬼有道教人这样说，茅山师父，啊，他们 有一个人去跟茅山，师父学习，然后做了道士，然后后来他去赶鬼，老师教他用大鬼 赶小鬼。但有一次他去到一个人的地方，这个人的鬼很厉害，他就，去赶，两分钟他就走出来，不能赶，这个很厉害，他就请他的老师，请你进去，老师进去两分钟之后也出来。但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无论怎样打大的鬼，我们信靠耶稣，这个鬼就怕。我曾经为人 赶鬼很多次，就证明这个是真神，所以就回应你。我们的跟佛教是完全不同，是有证明有权柄，因为是真神所以有权柄，所以我们吩咐邪灵离开他就要离开。这里还需要加东西吗？不用了，为什么有这个动力呢？就是我们一生人，我们一生人都要过去。你把那个灭吃了吧，不要浪费啊！给别人去赶鬼的时候用，关于赶鬼，我就说清楚一点。如果人听神的话，神人愿意顺服神，鬼就马上。这新到的，新到的，用新换的茶叶。赶鬼的时候，这。被赶鬼的人需要愿意亲近神，愿意放下世界上的事情，愿意处理罪，邪灵就很快的离开。但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
这个鬼就不会走。所以我们说人顺服神，鬼就容易赶走，但不顺服神就困难，不是在神，而是在这个人，因为他允许魔鬼做王。就是我们每个人到底有多看重我们的生命，多相信神能够祝福。很多人就是好像是看重生命，其实他们是就是看重钱，看重以为我有钱我的生命就好，所以他们对神的事情没有兴趣。但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，钱也是在他手中的，有神就有需要的钱，但我们不是追求钱，但神会供应，因为神是掌管一切，他能够使我们成为尊大尊荣。我们亲近神，尊崇神，神就喜悦，神就祝福，这样我们整天就有动力去亲近神，就很清醒的，很开心的。如果犯罪，如果懒惰，浪费生命的话，就破坏。所以我有这个动力侍奉神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我能够祝福更多人，去这个去福气，对人福气，他们能够去天堂，我也得福气，我整个生命都得福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有动力了。而且我有动力处理生命每一个部分。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一念负面的想法，这是对生命有破坏，所以我因为我整天在喜乐的状态，我整天想着耶稣就有喜乐，我尽量整天都感谢神，神的能力，神的喜乐就临在我整天在这个状态。如果发觉有什么影响我，令我不没有失去力量，失去喜乐，我就马上处理，我不要让这些垃圾影响我。有人对我说不好的话，或者是有些人没有兴趣，有些听到的人，我看到他们是没有兴趣的，他们有兴趣来吃东西，但我会说这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个是他的问题，我不需要介意，我希望他们会慢慢改变。但有些人的确我看到他们就是来为了吃饭，对神没有兴趣，但我做我的，我帮助 祝福人，帮助人，但我不被他们影响。有些时候特意的攻击人的，但我也放手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要紧，因为神会保守，神会有奇妙的计划。人能把我怎么样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，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六节，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六节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所以我就选择不被人影响，不被罪影响，不被负面想法啊，没有用啊，做了也没有用啊，这个负面想法我也不被他影响，我就总是正面。而且神就教导我，很简单的教导，刚才四点就能够提升人的生命，重点是你愿不愿意。就是说，第一，神掌管一切，他能够供应你最好的给你，然后他也很看重你，在你生命有奇妙计划。第三，亲近神，尊崇神，侍奉神，必有祝福。不尊崇神，懒惰，不发挥生命，必有破坏性，犯罪必有破坏性。所以你有些基督徒没有兴趣侍奉神的，他们就是懒惰啊，他们喜欢祷告，因为可以经历神的帮助，但他们对神的心不强，没有这种服侍神的心。所以西方那边这个基督徒不是有专门服侍神的叫什么神，一个是神父，一个是叫什么神父是天主教的，基督教是牧师传道，天主教的。天主教的神父是不能结婚的是吧？天主教其实跟基督教有很大的分别，他们的神父是他们的是不结婚的，但他们有另外一种
服侍人可以结婚的，有两种。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有几方面。第一，我们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像圣经里面说的，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也有权柄。你奉耶稣的名，圣经里面所说的去做，就有能力，有权柄。但天主教说，圣经只是一部分是神的启示，他们这样说，不是全部。另外，教王所说的也是神的启示。另外，他们说其他宗教神也可以使用。现在他们天主教变得这样，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但现在已经变得其他宗教也是神使用的。他们想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，而且他们不是单单靠信耶稣得救，他们是靠行为。我们是还是另外一点是，他们会向玛利亚祷告，向圣徒祷告，就是，他意思说啊，玛利亚求耶稣，耶稣会更听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是对神缺乏信心。神是这么充满恩典，为什么又求玛利亚去求耶稣呢？不需要经过玛利亚。所以我们跟从的是圣经，全然的跟从圣经，神就喜悦。我希望你们有这个动力，我有动力整天的祷告，读圣经，思想圣经，写讲道，写教导，去教导人，帮助人。因为我就是觉得完全的跟从神是最美好的，我的生命也会提升，神也为我开路。所以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心。好了，我起初进入圣灵的时候，我就每一天很长的时间，怎样有强烈的同在？首先是整个心灵说神是最好，神是最美善，我就整个心灵去敬拜神，思想，魂包括。包括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好的。意志，我决定跟从神。感情，神这么美善，我要喜欢神，我要享受神。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这样的话，你投入用更长的时间，任何时间，你一边做工，也一边可以想着神。当你不去面对大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些普通的工作的时候，你一边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这是做大的工作，也可以一边喜欢神，也是神，有神的能力祝福的。